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再次来到线上的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是他先拣选我们，爱我们，当我们还做罪人，不认识他，甚至有不幸抵挡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先爱我们。耶稣为我们受的刑罚，让我们有平安；耶稣为我们受的鞭伤，让我们可以得医治。耶稣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。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，让我们不要沮丧，不要灰心，我们要心灵仍然是健康的。所以我们求主的恩典再次领到我们，感谢主。好吧，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！我们知道你就是爱，神你就是爱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先爱我们。谢谢你拣选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谢谢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恢复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不在任何罪里面的捆绑。包括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心中因为有耶稣的爱、医治的爱，心里面充满着盼望，充满着有属神的眼光，看一切都是美好的，有盼望、有信心、刚强壮胆。谢谢你，你那医治的爱、最美丽的爱。就是耶稣基督十架上的爱，在今天晚上大大的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、每一个朋友们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在泥泞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再唱一次。在泥泞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。感谢耶稣医治的爱，使弟兄们认定耶稣的爱能够恢复我们。今天不管你心情如何，让耶稣的爱恢复我们，刚强我们。阿们。他是永远信实的神。哈利路亚。在泥泞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既然你受伤了吗？或者心里面失去的喜乐，或者是有难过和忧虑的，耶稣知道。好不好？再唱多一次，你自己平心心来领受主的医治、主的安慰。哈利路亚。在泥泞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
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熟悉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来刚强我们，刚强了我的心，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一直的爱。是耶稣的爱，一起来宣告耶稣的爱，让他医治你，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一直的爱。好吧，你开口跟神倾心吐意的祷告，哦，你心情的一切你告诉神。当哈拿受伤难过，他无助彷徨，他来到天父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，他把所有的愁烦释放掉了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，把你心中的愁烦，把你心中的这种的苦楚没人知道的来告诉神，告诉神，向神倾心吐意。累了说，主啊我好累啊，主啊我好累啊，告诉神你就很累。哦，你觉得没有信心，说主啊实在没有信心，就坦白的告诉神。好吧，我们开口来告诉神，坦白来告诉神，自己开口来祷告。哦，格拉巴巴巴巴巴神呢，哦，不管我们是疲累的，不管我们已经失去了信心的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坦白我们自己，诚实我们自己。主啊，你要扶持我们，抱持，再次抱起有你的孩子，抱起我们。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我们需要你的加添。哦，耶稣，你的爱使我们不再惧怕，你的爱使我们再次刚强，刚强我们，恢复我们。我们谢谢你医治我们有创伤的，医治我们所有有伤害的，刚强我们的身心灵，恢复我们的健康，恢复我们的喜乐。主啊，恢复我们对你的爱和信靠，恢复我们主啊谦卑柔和的心。哈利路亚，许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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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许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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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主的爱永留在你的心。哦，让主的灵再一次充满你的心，哦，耶稣啊，你的爱深深触摸每个儿女，触摸每个的心。希格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们需要你，需要你，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。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一直的爱。好吧，把你的手放在你心上，跟着我这样祷告。爱我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的爱大大的浇灌我，刚强我，恢复我。在你的爱里面我不再惧怕，在你的爱里面我得医治，我得恢复。
谢谢你，我把我生命的重担完完全全交给你，我不再有你。谢谢你给我信心，谢谢你给我盼望，给我力量，在你爱里面刚强得胜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神的爱是这么的真实，在今天这样的刚强我们，阿门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，神的话说，我们爱，因为是神先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是神先爱我们，是耶稣先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爱这个神。我们领受他的爱的人，我们就要爱神，我们能够爱人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原来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，我们对神的爱，把神放首位是最重要的，阿们。而且这边说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要恢复我们对他的爱，对人的爱，阿们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我相信在这疫情当中，神要使到我们如同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的，他说什么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的心未曾想到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爱神，我们知道神要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让我们可以爱他，恢复这个爱，恢复对神的爱和人的爱。这世界需要这个爱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，让这首诗歌成为了祷告，还认真爱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。谢谢耶稣。神灵，你的爱浇灌我的心，更新我的灵，使我灵乐意苏醒，扯起我心中所有的蒙蔽，不再爱世界，恢复人真爱主的心。主耶稣，我要爱你，尽心尽心来爱你，眼未曾看见，耳未曾听见，我心未曾想到的事，主为我预备。是圣灵他的爱暖和我们的心，阿们。一起慢慢跟着来唱。圣灵，你的爱暖和我的心，释放我的灵，使我灵得以自由，破碎我心中所有的傲气，不再只爱自己，为不认真爱人的心。主耶稣，我要爱你，尽意尽力来爱你，眼未曾看见，耳未曾听见，我心未曾想到的事，主为我预备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感谢耶稣，圣灵再次浇灌我们，恢复我们爱神爱人的心，哈利路亚。圣灵，你的爱浇灌我的心，更新我的灵，使我灵得以苏醒，扯起我心中所有的蒙蔽，
为仆人真爱主的心，神灵你的爱暖和我的心，释放我的灵，使我灵得以自由，扯起我心中所有的傲气，不再只爱自己，为仆人真爱人的心。一起来，主耶稣，我要爱你，尽心尽心来爱你，眼未曾看见，耳未曾听见，我心未曾想到的事，主为我预备。主耶稣，我要爱你，尽心尽力来爱你，眼未曾看见，耳未曾听见，我心未曾想到的事，主为我预备。再宣告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主，我要爱你，尽心尽心来爱你，眼未曾看见，耳未曾听见，我心未曾想到的事，主为我预备。主耶稣，我要爱你，尽意尽力来爱你，眼未曾看见，耳未曾听见，我心未曾想到的事，主为我预备。眼未曾看见，眼未曾看见，未曾听见，我心未曾想到的事，主为我预备。好吧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主为我们预备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为我们预备。我们生命的一切，我们的家人的一切，我们来支起。是的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预备。希格拉巴拉巴拉，哦，把每个家庭的需要交给神，把每一个你个人的需要交托给神，前面的一切的需要交托，来相信神预备，足以已经预备，因为我们就是将来专心爱他，他为你预备，他为我们预备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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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哦，主，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预备，你为每一个的工作预备，不担心。哦，你为我们前面的道路来预备，你为你的教会儿女们预备。哈啦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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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个啦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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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哦，来交托给他，相信神预备，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切，预备你的家庭所需要一切，预备你工作所需要一切，预备我们的神的教会需要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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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哦，来凭信心来感谢神，感谢神预备，感谢神预备，感谢神预备，感谢神为我预备。哈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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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预备。主啊，感谢你在每个家庭的预备，每个儿女们的预备，神你的教会的预备。哈利路亚，去个啦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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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亚，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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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来为这神的教会也来祷告，神的儿女们就是爱主。哦，神为了爱他预备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主啊，你的教会爱你。哦，你必为每一个人预备，哦，超过每个人所求所想的预备。哈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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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奈，哦，主啊，你的教会无论在马来西亚，在整个的印尼，在整个新加坡，整个的台湾。
整个的美国，整个的中国都要爱你，都要爱你。阿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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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山呐！哦，全地的教会都是爱你，主啊，你为每个儿女们预备，哦，超过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见的，未曾听见的，心未曾想到的。哈利路亚，许个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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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哈利路亚，更大的突破，更大的成长，更大的复兴。哈利路亚，更美好的见证，哦，福音要更兴旺。哈利路亚，许个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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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来，哦，谢谢你为预备预备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祷告，求神为我们国家来预备，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需要，哦，尤其这样的疫情当中，神啊，我们需要你超自然的预备，求神超自然预备领到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哦，尤其整个的经济的需要。尤其整个的疫情背后所有的资源、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所有的医疗，所有的这些的发明，所有的疫苗的发明，这些的预备，神啊，你来预备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举起你的手，哦，主啊，求你预备，求你预备，库拉巴巴巴巴巴巴巴神来，哦，因为你就是我们预备的神，哦，主啊，为我们国家预备一切的干粮、一切的食物、一切的经济、一切的需要，主库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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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库拉巴巴为每个人民来预备，为我们政府来预备，哦，供应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主啊，供应我们的国家。经济的需要，主啊，一切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需要，哦，主啊，你为我们预备，我们国家预备，为我们国家来祷告，哦，为你的国家来祷告，神啊，预备，预备，哦，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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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使我们不缺乏，哦，因为你是大牧者，我们必不知缺乏。你是马来西亚大牧者，我们必不知缺乏，经济不缺乏，医疗不缺乏，不缺乏智慧，不缺乏和谐的关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是供应我们的大牧者，你供应万国万民的大牧者。主啊，你要亲自供应。哈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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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哦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，神来供应这些的医疗的需要，这些经济的需要，这个时候最需要的。天父啊，求你打开你天上的窗户，倾倒在当中，求你来预备，求你来供应。哦，因为你是每一个世人的大牧者，哦，我们必不知缺乏。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，求神供应万国万民，求神供应我们的国家，求神供应每一个百姓，尤其那些在缺乏当中的，求神来亲自感动更多人，来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供给。哈利路亚，许个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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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奈，哦，嘎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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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奈，哦，主供应马来西亚，主供应印尼，主供应新加坡，主供应万国万民，主要供应整个台湾，供应整个中国，供应整个美国，供应整个欧洲。哦，尤其那些主啊，在病患中的，哈利路亚，西嘎达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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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来祷告，求神来供应，求神来供应那些贫苦的，哦，那些缺乏的，那些在饥饿当中的，耶嘎达巴巴巴巴巴，求神供应每个的社工的需要，哦，求神供应所有的年长者、年幼的人需要。求神供应在乡村的人、乡村城市各样各行业的需要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供应我们，供应我们国家，供应万国万民，好不好？跟着这样来宣告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你就是我们的大牧者，我们必不知缺乏。我们宣告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整个的印尼、整个的东南亚都必不知缺乏。我们宣告，整个的亚洲，无论是中国，无论是台湾、香港、韩国，必不知缺乏。我们宣告，整个的欧洲不缺乏。我们宣告，整个的中东不缺乏。哦，整个的美国不缺乏。我们感谢你，万国民必不知缺乏。主啊，你一切的供应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供应每一个需要，供应每个粮食的需要，供应经济的需要，供应所有医疗人员的需要，供应我们疫苗的需要。阿爸父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呼求在你面前，大牧者，哦，你是供应的源头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，
你都供应他们有漂亮的衣裳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让他们都不缺乏。哈利路亚！哦，我们谢谢你，大牧者，好不好？你开口来感谢他，感谢他供应我们，感谢他预备的一切，感谢他预备我们的一切，我的国家，我们的整个的家庭。哦，他预备，他预备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西嘎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你是我们大牧者，我们必不知缺乏。哈利路亚！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他的羊。你在宣告，你是大牧者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他的羊儿认得他声音。这次你是大牧者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他的羊儿认得他声音。羊儿认得他声音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举起我们的手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是你的羊，世人都是你的羊，你是每一个人大牧者，让我们都必不吃缺乏，每个家人都不缺乏，让每一个万国万民都不缺乏。感谢你的供应，感谢你的预备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祷告，我们献上去感恩，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妹，记得神为爱他的人预备你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你的心未曾想到的事，所以保守我们永远有一个爱主的心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好，我们宣告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。哈利路亚！愿神赐福大家。